说一个颠覆你认知的冷知识，臭鼬身上是香的。如果狗三个月不洗澡，味道已经是受不了了吧？而臭鼬三个月不洗，啊，也太香了吧！不是我口味独特啊，我认识的养臭鼬的朋友都说对它的体香欲罢不能呢。而且臭鼬智商极高，你们看着啊，它主动去跑步机跑步了。你们是不是以为它突然意识到自己胖了，需要减肥了？No, 他可是有着小心思呢，看没？哎，跑两步就下来了，过来找我要奖励，要吃的呢。你这刚跑两步啊，再多跑两步。自从他知道跑步有奖励之后，那家伙可积极了呢，一天能跑十多回，就是每次只跑那么一小会儿，就想着要奖励。哎，你瞅瞅，哎，又来找我交差了。行吧行吧，带你吃胡萝卜去。也不知道你刚才跑步消耗的热量够不够抵消这根胡萝卜的能量呢。